关议员讲，水火伫咧议事厅大爆料，点名管护水利资源处基山倒海，加以教育训练的名义，说是去旅游。一月二日恁全课拢去，无甲一个无去吼。二月二三，恁嘛是同款去，去倒去桃太郎村。恁有几多个有这款去？恁讲囡仔食饭唔食，用基山倒海去佚佗，去观望。规课程拢去，无一个无去，这甲应该爱做呐。另外，一个管护真骄傲的园林184公顷中卫区内的志宏池问题，嘛是内部重重。好啊，兄弟，去予恁挖一个世界图，遮大个，钱就搁卖了，卖了后日要花添，爱加花来花添，安尼有遐紧。但是你有考虑讲，议员纷纷议论。拢总讲是地动是偌厉害，会得死人。你若唔惊讲好去咯，所以你若会得死人咧。议员唔若要求主管单位讲个清楚，嘛爱政风处来调查是唔是有涉嫌不法。叫你查的物件拢无影查，拢凊彩糊糊的尔，迄都现真都违法啦。你甲我答案嘛讲，迄拢无违法，拢无要紧。即摆才着一去两工，嘛才一眼前尔，二个尔。听讲唔讲几个人去，有合法无？三个月就解决，我们会尽快处理啦。啊，尽快就多快嘛，你要给我一个基层啊。针对水利资源处的问题，关议会最后嘛决议要求政风处伫即届定期大会结束前，向大会提出调查报告，确定是毋是有不法。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。